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小坤化身成为迪迦奥特曼，回到了我的总部光之国。哎，现在呢，我要乘坐这个电梯下去啊。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光之国是什么样子的吧。嗯，这电梯怎么没用了吗？好像发生故障了啊，不好意思了。好，走下去。因为这个光之国戒备森严啊，很少有怪兽进来的啊。上面下来呢，这边还有一个电梯。走，我们现在进这个指挥那里看一下吧。你看，也是非常的大，对不对？哎，这里怎么躺着有5个奥特曼呢？而且呢，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啊？这5个奥特曼好像受伤了呀，对不对？高斯、Max 奥特曼、欧布、赛罗和暗耀欧布啊。哎，奇怪了，这5个奥特曼怎么会躺在地上呢？莫非是受伤呢？你看那边是什么东西？不会是怪兽吧？嗯，走，我们现在跑过去看一下啊。哇塞，糟糕，还真的是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们的这个光之国啊，遭到了怪兽的入侵。这些怪兽呢，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认识，对不对？就是泰坦怪兽啊，来，赶紧把他们给消灭掉吧。完蛋啊，这个泰坦怪兽竟然敢入侵我们光之国。来，这里呢也是显示异常，是红色的啊，莫非里面也有怪兽吗？来，进来。哇，真的是啊。来，这个呢是我们光之国的武器库啊，你看这边呢全部都是武器来的吧。来，我们现在去那边看一下，这里呢可以加点血量啊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刚刚啊被这个泰坦怪兽打受伤了啊。出来，我们来这边看一下场子还有没。这个泰坦怪兽呢是越来越厉害了啊，竟然敢入侵光之国了。哎哎哎，你看还真有啊。哎呀，看看他在打我啊。好，这边的呢已经消灭了，我们继续带上这个武器啊，去其他房间看一下好不好啊。要赶紧把这些奥特曼给恢复回来啊，因为现在已经受伤了嘛。好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吧，我是